小林家真正很感慨了哈。第一次到小林那边，到那个龙凤寺的时候，看到人家归位，哦，迄当时主要是在后无几工，感觉讲因的身心俱疲啊，都受到很大的创伤。啊，今仔看到讲因会当家己站起来，哦，已经即摆已经行出迄个阴影。我是感觉讲替因欢喜啦吼，这是咱台湾历史上一个悲剧，啊，但是会当这悲剧会当去重生，对悲剧来面重生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。咱认为讲，我们大家应该持续的对这一个金马宫三三军来阿妈吼，真正咱现在打真的要持续对他们关心。我讲一个可能因他唔知的代志，就今后有甲讲。他为了做这个年糕，哦，不只说原料是全部拢台湾的，啊，完全是手工做的，还有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是什么？他在三林乡的组合屋用一罐的水，哦，自来水去做的时阵，刚把统一的自来水那个有味啦，吼，有那个消毒水的味道，你看讲这比赛。所以伊特别去走去修拿，哦，跑到山上去取水，取那个特别香甜的水来做这些年糕。所以咱伫遮咧食遮个年糕的时阵，真正是爱感谢这个金宝因，他们不是轻轻菜菜工，占用我们的爱心，没有，他们尽到他们的责任，他们要把这些年糕。要用最完美的这个方式呈现给大家，献给大家哦。啊，所以这是心无简单的代志，咱可以鼓掌起来，咱表达咱对伊的敬意。啊，我吴锦发，他今天不能来，但是他在我们1月30号的台北听友会有讲几句话，我觉得那几句话也是我深深的感受哈。伊讲面团化只年糕，面团化工这种大锅的面团，它实在是用黄金所做成的啊。它的心，它对我们的感觉，它对这些人的感觉，这个真的是比黄金还可贵啊。他最来爱三亚工，你只能大锅，但是你对因对大家在这个贡献啊，你的付出。比黄金还可贵，哦，这几点我是感觉讲，咱爱一笔心来，谢谢大家。啊，你在要听主讲吼，我第一看阿妈吼，伊拢在哭，今仔卖哭，来去听讲话也较进步啊吼。啊，今仔日伫遮吼，其实当小拿川的迄个报告出来吼，很多人都村民这种的非常接受啦吼，所以愿意饮水吼，后来我发现讲是把政府时代才做的工程吼，就要报告出来讲，这跟愿意饮水无关啦吼。你对小拿人来讲，他们到现在还有一个问号，讲为什么短短的10秒钟以内，因归征讨我爸归了就没有了，没有人给他交代，到现在讲一切无关，都跟疫苗用都无关，所以对因来讲，咱无就退回来听吼，他晚上其实都很痛啦吼。啊，今日伫台南的电头下面，大家来买这200块的甜粿，对台讲是足大的鼓励。但是头仔老师讲得真好，就是他们很用心做出最好的产品。所以你要买这吼，我较搞袂甲你提醒者，一定要冷藏。啊，这物件阿妈冰吼，甜粿拢袂冰起，因为伊是百分台湾土地做的，山泉水做的，上好的台湾制品。我是请金宝啊，吼，哦，金宝代表讲几句话啦，吼。我们在做的年糕，他们大家能够留下来，然后也要全面的过年呐、啊。那就我就到特别到了小林村，有一个山泉水哦，特别好的水，大家把它从30公里外把它带回来的、啊，回到小林村，真的有小林村的味道了，也有小林妈妈的味道。
啊，就是我们这边妈妈他们好，就每天都努力，很努力的，啊，大家都。我擦自己比较装备，把自己用的卫生啊，最重要就是手都掉掉了。我们台南的朋友给我们的支持，给我们的鼓励，在这里真的谢谢各位，谢谢。非常辛苦了哈。